刺激青少年在外口活动的频率提升，而且多元化媒体盛行，使青少年更容易透过网络接受到婚品等等相关的多本。为了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今仔日上午伫市立棒球场举办世界无婚，让你伫遮健康有福气宣导活动，由市长欧敏圭带头响应，甲推动婚害防治，并且呼吁青少年未成年不得食薰。该市配合2022年世界无婚日，20号上午选在该市棒球场举办亲子参观活动。该市长免费也特到场响应。离活动一开始，由精彩舞蹈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卫生局更邀请两位知名网红郭伯杰甲巴蒂肖志伟出席分享如何戒烟，甲戒烟后的身体变化。该市长免费表示，该市当年积极推动婚害防治，透过教育、立法、辅导、开闸等政策，让大人也就是青少年戒烟率低于全国，而且每年拢在下降，也好让民众尽早戒烟，保护厝人甲囡仔身体健康。世界无烟日呢，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面对政治烟害的防治。我想抽烟对身体是不健康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也因为许多的因素，让烟啊，那许多人就尤其呢，抽烟的年龄我们看到越来越小。也希望能够把烟害的防治，烟会造成对大家健康的妨碍，还有对整个家庭社会的一个伤害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们对烟害对于烟害的一个防治非常的重视。今天到这里呢，我们透过一个闯关、写生，甚至摸彩，还有我们许多的一个问卷的调查，无形当中在这寓教于乐，让大家有互动，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孩子们在这无形的过程当中吸收很多健康的知识，再带回家里，再带回周遭，我想对我们的社会未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健康无烟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而且能够有福气的好城市。该市卫生局表示，配合2022年世界无婚日主题，甲101年卫生教育主轴，甲远离婚害、槟榔、酒等元素，现场有结合轻松趣味的互动闯关游戏，让囡仔大人在活动中了解薰草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而卫生局将会持续推广戒烟服务，民众如果有戒烟的需求，会使寻求该市62间医疗院所、甲卫生所的戒烟门诊，也只是卡免费戒烟诊所。寻求帮助。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